还回去是不是？嗯，不对啊，我是要拿什么东西吗？哎，还是我按到了什么？是要按按钮吗？我已经按到了，是不是？下一次可以走了。好，这算成功了吗？哦，一个灯亮了。好，第二个灯，再进去又是老师，我就崩溃了。好，不是老师了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恐怖的东西？这是什么啊？好恶哦！有些蛮可爱的，有的却蛮恐怖的。这头发这倒掉过来的，我超怕。无视他好了。不行，无视啊，这会被抓到啊。好像面线哦，是怎样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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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可以拉吗？哇！恶心的头发，把这推过去。我面线哦，它还是有长度的啦。呵，你这样就弄不来了吧？哇，太高！啊，这个，嗯，这个，哎，这个要怎么弄？刚家里有出现，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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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危险！哦，上面还有一根啊，哦，这超不明显的。头发也太恶心了吧。这画面有点看不太清楚，那只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轻点，然后再摔下去。拜托，这个也被抓到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头发会转弯呢。你用它一下好了。嘿，成功。那我怎么回去呢？搭那个搭成那个很像船的东西吗？哦，不要啊！不要过来。不不不不不不！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两个灯，最后一个锁住了，需要钥匙才能打开。钥匙在哪里？嗯。哦，这款游戏终于有那个不同场景了。钥匙在哪里呢？向上打开，有没有恐怖的东西要吓人了吧？我哪看得出来那个惊叹号是什么啊？
地上还湿湿哒哒的，超恶心。来，我们来找钥匙。哦，这边可以过。好，得到钥匙。然后我猜那间厕所会突然冲出来咬我。哎，这有一只幽灵哎。进去。怕，真的怕。哎，现在发出声音了。好。哎，为什么？明明按了跳了，若梦晚安哦。明明就按了，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明明就有按。到底为什么把那个难度做那么极限呢、啊？有些地方就很简单，有的做这样就超级难的。闪，上面那个也太夸张了吧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能过去啊？他对我没有威胁，他只是让我觉得有点恐怖而已。肠子都被抽出来了，超恐怖的。Rachel 安安哦。好，那现在要做什么呢？哦，哟，里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不，哟，他眼睛怎么回事啊？再一次。只要往上跳而已嘛，跳不上去啊！不，哇，他是要跳上去，然后挂绳子，再往右边那个上面跳。哇，这个真的好极限哦！那这根柱子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不出这只是什么鬼。他是被埋进柱子里的人吗？你看这有时候他反应有点不灵敏哎，一定会空跳一次啊！他空跳几率超高的。哎，还超小心的，不要！哎，大哥，太高，太高了！竟然要重新。小心他摔死！这家伙超脆弱的、啊。哎，糟糕！好快哦，这家伙！哎，又空跳一次就没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是他游戏设计的问题。通常这样跳很明显是要，就是想要跳到那个箱子上面啊。你看这个，他就很明显是我们玩家想要跳到那个墙壁上，跳到那个上面，他不让我，他游戏却没有设计好。
完了完了，要摔死了。这怎么弄啊？来，刚刚那个要怎么弄？你教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啦？这很浪费时间呢、欸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很没有火大，只是在抱怨游戏设计而已。明明可以让我们玩家更轻松一点。开始懂有的玩家玩那么久了。哎、欸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刚刚看到，刚刚那个，他竟然没有跳上去，那半个身体在上面了，他竟然没有跳上去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那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太脆弱了吧，大哥，大哥。如果没有那个 bug， 我们早就过了。什么叫一般跳法？我不太懂。啊，不是跳上去它就会贴边边的吗？就贴，就身体贴在边边上面，它自动就会那个啊。自动自己就会卡上去啦、啊，跟我根本不用做什么动作。有一定距离感才抓得到吗？有这种事？那根本来不及。过了，算了，不想再玩了。好，我们成功离开那个哦，上面那个太夸张了吧？哇，很明显我踩上去就会。我被压到了。咦、欸？我被压到了？有吗？没有吧？终于过了，没错，被压到了。嗯？它的基准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能下去是不是？好，哎、欸，掉下去了。我弄不过去，还是有时间限制啊。哦，懂了。我们练习一下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这杆子可以当。哎、欸，跳不起来、欸，跳不起来。嗯，那杆子干嘛用的？
烂，烂透了。嗯？跳不上去吗？跳不上去。奇怪，这个不能跳是不是？这到底能不能跳啊？为什么他跳不起来？你就接水管吗？这有个绳子，哎，这绳子不是绳子。然后，这个东西，哦，然后这样。哦，懂了。然后那边都没有弄。跳啊！对，我这边还没有准备好。那我们先把下面准备好。啊，太高。这边吧。这边这样。应该可以吧？好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这样应该就可了吧？都给我摔死了，拜托！天哪，这要做什么？个老头僵尸，帮我推箱子吗？这是怎么？这是什么神？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？他为什么会浮起来啊？这什么神奇的操作？哦，这个也是那个，这也是那个预告里面出现的一个场景，应该是要把所有颜色给……哎，你也太脆弱了吧，这样都摔死。嗯，跳过去吗？嗯，先把它推下去好了。应该是完成第一个以后，它就会触发，所以我先……哦，不行，这跳过去吗？跳不过去吧？这什么神奇操作？你在干嘛？你先把所有东西准备好。好，这个应该可以掉到上面吧？好像没有办法耶。这一点点，好，可以了。这会卡上去吗？哎，烂欸，再一次。算了，我不要想太多好了，我们直接把它推下来。那声音咚一声。然后这个先往右边推一点，
跟我想的一样吗？哎，他怎么被压爆了？